我是台湾特技团的团长，啊，那也是这个学校第一期的特技班的学生出身的哈，从事这个行业大概30年，那很荣幸呢，我也能担任这个重责了哈。那特技团都是以精湛的技术在做表演，哦，那很感谢大家有机会真的来看看这样的演出。今天演出的内容基本上是以乡村民谣这一块来做一个呈现。那我相信大家呢，难得会回味到以前我们那个农村时代那个时候的东西，那很特别是它又结合特技在一起，那如何从这些里面去跟特技做结合，我觉得这一块是蛮难能可贵的，哦，大家可以不妨来看看，然后也回味一下我们当年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些农村快乐的生活的一些趣事。那，这次真的非常感谢文化局这边的邀约了哈，哦，那跟葫芦墩我们的渊源也非常的深哈。哦，从去年我们就在这个葫芦墩这边演艺中心呢演了那个我们去年的有个药生计划叫做魔幻森林，那我相信反应非常好，那今年又来到又有重游此地，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看这次，也感谢文化局这次特地的邀约我们来这边做演出，非常感谢，真的也给我们这次机会，谢谢。特地编导了一出，算是台湾以台湾韵底为文化发展的一个乡土杂技剧。乡土有乡土的美，对，但是渐渐的在流失当中。所以呢，我把台湾乡土跟杂技做一个结合，然后呢，带来葫芦墩给现场的观众朋友观赏。那希望把以前这种传统农村啊，男女之间互相有爱意，可是又不敢说出来，又或者是之间的那种逗趣的故事情节，把它融入在杂技表演当中，希望大家会喜欢咯。自己到现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没有下雨的，谁知道就越排雨越大，对，然后排到一半，其实我鞋子全湿了，然后我们舞台上其实也就开始积水，那还好呢，主办单位就是看可能雨势太大，观众朋友在下面也不知道怎么观赏，索性就把演出移到了室内，我们就可以展现出非常精彩以及没有任何风阻、没有任何天气影响的情况之下，带来最精湛的演出。这次演出我饰演的是，古早农村的村民。那我们其实是一群欢乐又捣蛋的一些少年，看到一些漂亮的同乡的女孩子，跟他们有些互动、打闹，然后耍帅，有点像是男女在互相秀我们很厉害的拿手绝技，然后互相的去认识。这样子，
也是因为呼敦这边的邀请，所以其实我们有加上更多的特技技巧跟元素，去让这一场演出更丰富。然后想说借由这一次的演出，再带给这边的朋友、观众们，让我们看到更不一样的演出，更欢乐。团的演出基本上都是团体的，所以我的角色就是村姑，其实是跟大家一样的，因为我们团特别注重团队的精神，所以没有特别谁是特别突出的角色。今天原本是要在户外演出嘛，但很可惜因为下大雨，因为我们这次准备的表演节目是比较亲民的部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户外其实还蛮适合的。然后我们也来过葫芦墩蛮多次的，第一次要在户外演出，其实我觉得还蛮新鲜的。那这次又回来剧场，我觉得当然剧场感是最熟悉、最我们最自在的方式演出，我觉得都很好。好看，很好看，下次我还要再来看。好看，很精彩，很好看。就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然后就是表演非常的精彩，然后我觉得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活动是非常棒的，希望就是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全家或者是其他的观众一起来观看这样子，是很好看，然后很精彩，对，下次还会来看。台湾戏曲学院跟台湾特技团的表演是一定要看的，我从草屯的表演我有去看，跟直风车合作，然后还有南投的表演，很多场一定要提早到排队，而且非常值得，他们都是练习很久的很久的演员跟表演者。谢谢，谢谢这样的表演，很精彩，谢谢。很特别的一次经验，然后有这么好的场地看这样子的演出，很棒。我今天带孙子，虽然下雨，我们还是觉得很想来看这个特技团，所以我就带孙子从台中过来，从西屯那边过来看这个表演。我下次还有机会，还是会带孙子来看表演。我觉得今天的表演非常好看，我希望每次都会有这么好看的表演。我最喜欢的是有人站在椅子上，快要碰到上面的窗帘的，很像快要掉下来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叠椅子的那一段很精彩。我觉得今天的表演很好看，我也喜欢那个椅子叠很高，看起来快要掉下来的感觉。如果有机会，我会再跟哥哥一起来看。真的是一场视觉与听觉的飨宴，那也非常谢谢台中文化局就是筹办这一场，然后戏曲学院的团员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不仅在音乐啊，然后在背景，真的让我们有一个愉快的下午这样子。